砷酸还原酶天氢在生物系统中的作用是催化砷酸盐，还原为亚砷酸盐。砷酸还原酶天氢蛋白是一种存在于细菌、古细菌和真核生物中的铁硫磺素蛋白。它使用 NAD 或 NAT 作为辅助因子，催化砷酸盐，还原为亚砷酸盐。砷酸盐还原酶细胞色素 C 在生物系统中的作用是催化砷酸盐 ,SBP 还原为亚砷酸盐 ,SIII。酵素细胞色素 C 是一种存在于细菌、真菌、植物和动物中的酶。可催化还原反应砷酸盐转化为亚砷酸盐的酶，细胞色素 C 也称为细胞色素 C 依赖性砷酸盐还原酶或亚砷酸盐还原酶。砷酸盐还原酶供体在生物系统中的作用是催化砷酸盐 SBP 还原为亚砷酸盐 SIII。砷酸还原酶供体是一种存在于细菌、真菌和植物中的酶，它使用 NAD 或 NAT 作为辅助因子，催化砷酸盐，还原为亚砷酸盐。砷酸还原酶钴氧环蛋白在生物系统中的作用是催化砷酸盐 SBP 还原为亚砷酸盐 SIII， 是一种属于钴氧环蛋白家族的酶，是一组催化氧化砷还原的酵素。谷胱甘肽 GSSG 还原形式：谷胱甘肽 GSH。砷酸还原酶天氢和砷酸还原酶细胞色素 C 的差异在于，砷酸还原酶天氢是一种催化砷酸盐还原为亚砷酸盐的酶，而砷酸还原酵素细胞色素 C 是一种从细胞色素 C 转移电子的蛋白质砷化物。